刚挑完蟹子回来，现在的话开始给你们打包。今天的话，那个肥的蟹子啊不多，然后的话就挑了这么多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挑了这么多啊。然后现在啊，给你们打包啊，全部是啊鲜活的啊，给你们打包发货的啊，看一下啊。哎，只只鲜活啊，打包发货。哎呀，哎。马上给你们打包发走，剩下的有几单啊，然后的话发没发走的啊，明天啊全部给你们打包发走啊。